怎么样，阿紫？上苍除却狼主，狼主的两个侍卫，还有三个人，两个年长的，一个是赵长侍，一个是庞从侍，还有一个女的是魏司快。他们说庞从侍老是帮着曹头，那说明这个庞从侍就是曹头上苍的靠山了。还有中仓的大多都是武士，领头的叫康驹。康驹，嗯，我记着。那底仓呢？底仓想宰力气大，吃得多。阿秀阿紫呢，手很灵活，一般细致活都是他来干。还有一个是阿胡阿紫，他见识多，识得广，总是告诉大家哪些事情做不得。而且你知道吗？阿胡阿紫还给了我一个好吃的。嗯，快收起来。哎，阿胡阿紫，阿秀阿紫，阿胡阿紫，多谢。阿秀阿紫，没事没事。哎，那个，我帮你们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帮你们吧。不用，没事。我也来。你们新来的，多做一点也是正常。给我吧，我们还得赶紧去送废料呢。这个是废料，要是我三叔来了，肯定说发财了。我们商队经手的珠宝多，废料自然也多了。这些废料卖多少文钱一斤？听曹头说，好像一斤18文。对，我们先去忙了。好，多谢。曹头，到我下面，这就是曹头。你们就是那两个新来的呀？嗯，我是新来的端午，这是我弟弟小虾米。曹头好，哎，日后多多关照。关照可谈不上，听话就行。曹培，我们先去送废料了。啊，去吧，去吧。小虾米是吧？嗯，来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吃。真可爱。大伙儿注意啊，发工钱了。走走走。哎呀，你们这命是真好啊！这次狼主每人多发了100文。谢谢曹头。怎么利人还有工钱呢？哎，站住！哎，过来，你怕什么？上次让你打磨那几个珠宝匣子，庞从侍也是给了工钱的。嗯，我能吃了你？我去吧。嗯，谢谢曹头，谢谢曹头。都拿着了吧，干活去吧。走吧，干活去。曹头，您上次帮我买那双鞋特别好穿，您再帮我带一双吧。这是你。啊？他说腊肉。哎，曹头，下次靠岸能不能带壶米酒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每次都要买东西，也就是我，不嫌麻烦的帮你。这样吧，这岸上腊肉是110文一斤，就收你们100文吧。鞋200文一双，米酒300文一瓮，要是想买。你给我谈条件之前，你得先想想你自己有什么价值，还有手中的筹码。我没有筹码，我不过只是个奴隶，堂堂狼主言而无信，刁难一个利人，不知是何意。如此不想让我下船，怎么怕输是吗？还有呢？我要下船。就这么想下船啊？下船才有机会。好，许你下船。那其他利人不能。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中计了？有什么可中计的？办成了给商队赚钱，办砸了正好找个机会惩罚惩罚他。人家说的没错，你堂堂一个狼主，何必为难一个利人？你也说他是个利人，哪有个利人天天跟狼主挑衅的？他只是为了他娘的遗物。不是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软了？你没有觉得吗？他就像初入离龙洞的你，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懂，就凭着最初那份执着，可以不惜一切。所以头破血流，
你跟我一样，都是从那个鬼谷爬出来的人，你应该知道那个血珠意味着什么。我是让你跟张郎君说，那日是否跟我在一起，又是否见过崔定。没有见过崔定。下船了，那你是不是去卖那个废料？眼下只能试着做废料的生意。不过，我还不知道要如何拿到这个废料。一斤18文，草料肯定捞了不少好处，他不会那么容易便宜我们的。那草搭上头那个庞从师呢？他是打李寿卖的，他能做主吧？他跟曹大一伙的，不太可信，而且咱也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见得相信我们。还有一个人，是真的为商队考虑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。砸进去这么多钱，就给我带回来这些货色。那燕子精与广州行首潘行路勾结，以财宝首饰为交换，大批量收购广州存货珍珠。这燕子精是要釜底抽薪，逼死我崔氏。咱们崔氏也算得上珠宝行里数一数二的商户了，怎么就会被一个西域小儿给拿捏住呢？我让你去信给大哥，可有回信？暂时还没。纵然他是强龙又如何？一方水土盘根错节，各有各的道。我崔氏立足多年，其中道理他该知晓一二。我们去会会这个燕子精。是。十九娘，这是巾帼不让须眉，闺中女子竟然抛头露面。为家族事业殚精竭虑，袁某敬佩。男儿女子皆是父母生养，有何不同？燕郎商业奇才，怎会如此短视？是燕某唐突了。你可知你即将大祸临头啊？燕某只是一介奉公守法的商人，何来祸事啊？你低价劫了猪场的珍珠，但你不知，这珍珠乃是徐特使所需。这徐特使极受谭王器重，你若得罪了他，哪里还有你行商之道？那十九娘的意思是，我该如何弥补？若你能主动把珍珠献给徐特使，我崔氏在从中好言相劝，到时候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徐特使一定会提携你的。献珠？我还以为今天十九娘来是跟我谈买卖的呢。买卖是交易，献珠是表忠心，自然是献珠胜于买卖。到时候官路畅通，何愁行商之难？官道还是你们崔家走吧，我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蠢商人，只认银钱。燕郎好谋算呀，算准了我崔家已然踏足官道，既如此，开个价吧。张局，
这珍珠呢，我有的是，但是这珍珠我不散卖。一两珍珠，一颗七珍就200万钱。若是一两珍珠配一颗八宝，那就220万钱。你如此狮子大开口，以为我们顺九郎不懂行情？